来家己一个人来，啊，你迄个同事无陪你来哦？啊，什么同事啊？就迄个少年的啊，哎，不是要留你？无啦，就只是同事尔。同事？到今麦个咧同事，拢跟同事偌久啊呢？啊，人对你这么有兴趣，啊，你真正无要给伊机会啊？是啊，秀英。你千万唔通因为哦，捌受过伤害，啊，即马就拒绝去接受新的感情。对啊，你都唔知影我偌心酸的呢。有诶哦，年轻力壮的小鲜肉在追求，啊，亲像我这种哦，丘比香雷达啦，干那会晓替别人牵红线，对家拢无好。秀英，啊，你是安怎？看起来敢那有心事诶？啊，有啥物代志，你会当讲出来，甲我参详啊？无得卡，我得当予你意见哦。就，阮朋友最近心情足郁卒的，啊，伊的前男朋友对伊足唔好，啊，佫佮伊勾勾缠，伊真无简单才佮伊的前男朋友切互哩，想袂到伊的前男朋友竟然佫走去找伊的朋友，啊，我遮就烦恼阮朋友，唔是啊。我是讲，阮朋友足烦恼，伊个朋友会去用骗的。哦，啊，遮尼侪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啊，你拢讲啊袂乱去吼？啊，就是讲你家己的故事啊。你当作我真歹啊，伊是歹出过社会啊？哎，好啊，我了解迅的意思啦。我感觉哦，你应该叫你的朋友去甲伊的朋友讲好清楚，迄个查甫人的真面目，莫惊讲哦，会去得罪着人，就啥物拢唔敢讲。你交朋友哦，不是交两天三天的呢。总有一天，你的朋友的朋友一定会感谢伊的。哦，你朋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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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。哦，姐啊，你安尼讲拢袂乱呢，你头壳变足好个哦。我本来头壳就好个啊。厉害厉害。哎，欢迎光临哦。俊成，今仔俊成啊，我是透过关系才聊的。真正真有气氛呢，互你费心啊，找到这么好的餐厅。对啊，你好。啊，恁两位吼、喔，哦好，安尼哦，两位看要坐倒落用的啦，哦，看要坐倒落用来，好，跟你叫。好，谢谢。刚才林大伟无看到我，阿边阿姨的目色真正就来的，一听一看就知影我在想啥。阿姨讲了无唔对，因为受过伤害，就惊搁再受新的感情，安尼是在惩罚我家己。我是毋是应该改变心态，甲人交往看卖？迅，你食饱倒来啊？是啊，啊你食饱未？要不然等我把这个小剩了再去吃。啊，是我去买便当给你。不用啦，多谢你。你拢袂枵啊？巴肚枵，头脑较清楚，而且等我把这个小剩了，我想要去啊吃到饱。啊你嘞，要陪我去吃无？不用啦，我减肥。好啦，那你我跟你去。啊，遐个小医生遐尼久，敢需要我跟你斗三工？不用，我跟你来，我想要训练家己算小，应该你赶快快很准。好啦，啊，我要啉咖啡，你要来一杯无？好啊，安尼多谢你。泽凯足认真诶，虽然有淡薄冲动，个性阁未歹，啊，毋过伊真正受少年啊，伊对我是只是有兴趣，也是真心诶。若是我把感情放落去，敢会过十年了后？伊熊熊嫌我比伊搁较侪岁，我敢会堪这款打击？刚知影，结果啊，迄朋友摕到迄笔生意，啊，多谢。伊讲爱让我食红的，啊，不过我全部拢捐孤儿院啦。嘉谢，你真正做有爱心的呢。好，啊，你的定位哦，我来替你保留15分钟啦。啊，到时阵若是有啥物状况，再麻烦你甲我通知一下。嗯，好。哎，姐姐，即马时间还够早，还唔够卡门哦，人客足多，物件够传到到。有啦有啦。来买。哎、姐，我感觉哦，较早来食饭的哦，哎，拢有摊的啦。你看，迄查甫一定是要骗这查某。
讲真啊假啊？真的啊。算真趣味呢。哦，无啦，歹势啊，我是看你即卡手指真水，你个眼光真好呢。无啦，这哦，这是小米啦。小米？嗯。这太有可能小米啊。真正是小米。嘿，这个查甫的哦，敢那对查某囡仔就有办法的，应该是骗袂少啦。无可能小米。对啊，啊，拄只秀英奈看到伊走敢那飞啊。噶美食，拄只讲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就是啊，秀英也无愿意讲啊。啊，不过看伊到即嘛，啊是唔敢去接受新的感情，这就表示讲真正哦，受到伤害足深的。唉，这么乖汉的单纯的查某囡仔，煞去用骗去，真正足无甘的。啊好啊，啊这渣男真正足假死的，啊骗秀英无够，即马搁要骗一排查某。应该叫高三来给修理你。哎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伊啊？搁再讲来，两个人哦，讲到这么欢喜，迄查某囡仔嘛无参照去学别个啊。啊，搁有啦，莫搁去找高三啊！唔知个人搁了准讲，伊是咱店请来维持的，安尼破坏咱店的名声呢？哎，不然就是维持的啊。啥？无啦，无代志。哦，这个金胖的哦，啊，家己哦拢经个勤苦的咧做，啊，甲迄粗重的哦拢放互阮小辣椒伫遐咧舞，你甲我会记咧，啊。林大伟迄个叔啦，啊，不过伊边仔这查某囝是啥？迄个查某，我就无识识啊。林大伟已经消失一段时间了嘞，啊，小娜就够常常出现了，你看吼，伊对迄个查某囡仔遐尼体贴，啊，连袂甲倒水，连袂甲硬菜，伊稳当吼，是搁找到新目标啊啦。喂，啊你哪会用卡来啦？你是不是害我去往接的哦？啊，我这阵卡一定是有代志啦，而且是紧急的代志啊！你即马，我对你的左手边去看，是不是有一道人客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？对啊，安怎？我跟你讲啊，不管你用啥办法，一定爱把这道人客留落来，等我到位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讲你要赶过来，还是安怎？这两个有欠你的钱啊？今晚无时间甲你解释啦，反正吼，你照我讲去做就对啊啦，啊！高三这个青仔站，啊，我也无要讲好清楚，今晚是要安怎叫我甲人客留落来啊？而且高三马上就要过来啊！只要若是知影我甲高三私底下有偷偷的联络，伊就甲我等你们害你做小捕快。金芳，哎呦，你金芳，你是安怎啊？错一条遐尼大条，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瞒我？做啥物亏心事哈？无啊，我哪有做啥物亏心事？哎呦，我甲你哦，住做伙，食做伙，啊连做工课拢做伙，一工差不多24点钟哦，拢踮伫你身躯边，哪有啥物机会通好温暖你啊？上好是安尼啦。啊，迄两个人客哦，唔捌来过，我去做一下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哈。歹势哦，甲恁交流一下，阿秋波，你今仔日对我的餐点有满意无哈？满意啊。哦，啊，对阮的前汤有满意无？满意啊，系啊。哦，好啉吼，安尼对阮的甜点够有满意哈？好食。哦，好食好食。啊，咖啡的咖啡够有满意？有满意。哦。小姐，歹势，阮的意思是讲，
不管是甜点、咖啡，还是菜，还是汤，拢少食少啉的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哦，有了解，有了解，真正就多谢恁的啦。安尼吼，无我免费甲恁续只咖啡好啊，哈。哦，唔免啦，唔杂钱吧，多谢你。哦，确实无碍吗？哎，阮这咖啡哦，我得过世界冠军的呢。啊，无，没，无甲恁倒水啦，哈。免啦，哎。嘴破在人客身躯顶，我哪有可能挑过伊啦？这种代志对我什么好处啊？问你啊！哎呦，啊，那个查甫又不是我的菜，我即马心内哦只有阿布拉一个尔啦，绝对是无说你的啦。你今仔真正怪怪呢，他看来是在想啥哈？哎，欢迎欢迎！哎，甲伊两个挂出去哈，要收店吗？哎，啊，即马七早八早要收什么店呐？就是安尼咩，小辣椒，嘿嘿嘿，我久久啊吼，再甲你交关一遍，啊你慢慢安尼看到我来要交我管，我再讲，还佫其他的人客滴，咱莫哦拍歹气氛，安尼影响着生意吼。你嘛知影你会影响着阮店的生意哈，请你出去，我无想要做你的生意啦。是呀，咱开店做生意，哪有敬人客的道理啦？你无想要按来高升，我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去无用，好。啊，佳姐，佳姐，哎，佳姐啊。叶查甫，查。查个民宿啊，放得先别死吧。对。你搞要紧无？把酒拿醉了啊。你创啥？我今日来哦，只是要出一个面会，一个无啥的警告，知无？知啊。哎，麻烦我两杯果汁。哦，好，随来。哎，阿亚玲，我头拄去便所捡卡掉啊，讲有要紧代志，还要爱处理啊，我先倒去。这是好代志啊，咱先来去。好，来，你头发啊，来，好，开始，安尼偌济？啊，哎，2700。2700，来，让我接哈。不要紧啦，免走啊，免走。哎，早钱呢？哎。你看啦，我著讲卖做因的生意，人客拢去互惊走。哎，小辣椒，哎，我拢找你家，我无安怎啊？你无安怎，刚才看到你迄个歹人面哦，人就惊走啊，安尼搁较厉害啦。我若是当先做敢若金城武，我也无希望家己敢若一二三四五。对啦对啦，哎，人客拄好食了要走啊。谁讲的？拄仔来立钱的时候，啊手安尼一直撇撇喘，走钱嘛无闲呢，走敢若飞嘞。这就表示吼，伊心虚，一定吼做啥物亏心事，唔只惊甲走。借问的，谁若看到你就爱心虚，你甲伊啥物关系？我真正感觉足奇怪呢，你平常时就罕咧来阮店的，啊谁若拄好迄个人客来，啊你嘛拄好走来，敢有遐尼拄好的代志？对，是有这样多好的代志啦！啊，无高三嘛无千里眼呐，哪有可能伊会知影今日这人客会多好要来哈？你是咧紧张啥哈？我哪有遐紧张啥啦？我著甲平常时同款啊。对啦，我嘛是多好来附近吼拜访客户，啊想出来才坐坐尔啦，就是安尼尔啦。恁哦，绝对无串通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你有人客来哈，你无闲啊？我来人客，等下。我要说你哦，那是我知影讲哦，你伫外婆哦闭关闭关，我绝对袂调你哦。我知，我唔敢，大爷，
迄、那个林大伟不要怎处理？你哦，先好啊，甲定好条，看伊伫边啥帮。假使讲哦，伊若是敢搁作怪哦，恁爸哦，就要定到伊金丝丝。大伟，多谢你送我回来。没啦，啊，今日真就是嘞，啊，你中昼拢无得好好食。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咱拢已经食了差不多啊，啊，咱拢是做生意的人，拢嘛知影讲客户上大。多谢你的体谅。你莫安尼讲啦，那安尼你赶紧去找你那位客户。啊，无安尼啊，临工我阁请你食饭，好好啊弥补一下。好啊，那安尼我嘛祝贺你今仔日生意成功。一定成功诶。嗯。啊，你先来，我先打电话给你。好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些拄好，拄到高山巨岩了哇！看起来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细加油的。欧巴。